生的方式蛮离奇的，我睡觉的时候丢了一张便条纸就走了，当僵尸。他说，你男朋友叫我跟你说，他要跟你分手了。那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对，他就说，其实我是他女朋友。偷吃已经找不到理由可以解释了。我觉得我被鬼附身了。